和舱内的这个 GAB 操控舱人员三人密切配合，配合得非常的默契，完成得非常出色。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航空间的首位出舱航空员，操纵能力非常强，大家相信能够通过荧幕上能看到他的精彩的这个表现。同时我们首位的出舱的，我们国家首位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王亚平表现的也淡定从容，也非常出色，所以为他们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，也祝贺他们圆满地完成了神舟十三号任务的第一次出舱活动。我们又通过这次出舱活动又进一步地积累了经验，就是从技术上来讲也是为后续任务奠定基础，从我们的这个经验来讲也是进一步的积累，无论是我们的航天员的操作，还是我们地面支持人员，还是我们的设计，还是我们产品的研制，还有程序的设计等等，这些呢我们都进一步的积累了经验。